请倒数吗？对，没关系，我计时。倒数票。有小孩。大家好，我叫伊婷婷，那今天要报个专案，叫做动线法。那就是两个月前，就是我说我要去那个线动嘛，跟他们 cowork， 然后就是这两个月有一些进度，就是原本就是他们的官网上面呢，就是他们草根团办了很多场，但是会记录就是只上了1.5场这样。那经过了一番努力呢，就是现在就是有8场的资料就是都上去了。那这中间我们做的事情呢，主要就是说就是我们设计好空白模板，然后就是让他们做会议记录的时候可以按照那个 template， 然后之后我们就用那个Google Spreadsheet 又直接接出来，然后把它弄到前端网页这样。所以中间发生的事情呢就这样跳过。今天就是要征的是就是帮忙整理会议记录资料的人。那因为我们现在虽然就是有把那个这些会议记录丢上去嘛，点进去以后可以看到说比方说这一场会议记录，对不对？看上面哦，好潮哦！你看它有那个还有分类，有没有？然后有这种，然后还有标签，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是有整理好的样子，然后没整理好的，像有的就这样。好，然后像这一场好的，那它一样是有分类，只是它。你看他这个很奇怪，这个没有 key in 资料的，他就全部都是零这样。然后这标签很奇怪，就是叫做好像是他们在那个在编辑 Google Spreadsheet 的时候，就是不知道哪一个字不小心复制到了，会变成奇怪的标签这样。然后所以就是今天要整个 TXC 组呢，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开就是这个到他们现成弄好的 Google Spreadsheet， 然后去帮他标这些看是发言类型啊，然后还有就是帮他下标签这样子。然后有兴趣的话呢，就是再来找我联络。那就是今天线动盟的两位伙伴会来，所以就是主要会跟他们一起 cowork 这样子。好，那换下一位，第三位。